现在世界杯嘛，那大家都可能比较关注这些球星啊之类的嘛。昨天晚上好像是有那个阿根廷队的嘛，那我就想，做一下梅西的这个雕像嘛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挺喜欢。挺喜欢梅西的。牙雕的话，差不多20多分钟吧。苹果就一个。这个我已经雕过很多了呀。最难的点，其实怎么说呢，就是一些细节的处理呗。因为第一个，像牙雕的话，就是第一个你看不到嘛。牙齿的话，它可能就没有那么细腻吧。然后处理起来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棘手一些吧。